姐，没事儿吧？你怎么一个人呢？你薛子全呢？我没跟他说。为什么不跟他说呀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我一开始就是觉得我胸口有点疼，以前呢是我按他才疼，现在他动起来他就疼，我就想来医院检查一下，让自己放心。结果昨天彩超结果出来了，报告说。有一个边缘不是很清楚的肿块，然后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你很好，也很关心你，很照顾你，但他其实是个闭环，我根本都融不进去。薛子全，你是不是心里根本都不想跟我出来玩啊？没有，这出来玩不挺好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这段时间好像状态不是很好啊？我？是因为我陪你陪的少了吗？还是说我老跟你抱怨工作上的事儿？还是说你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？没什么，你也知道我这工作就是很枯燥嘛，对吧？
其实没什么的，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呀。毕竟我们现在是两个人嘛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彼此一起分享，一起分担。就是，哎呀，从小吧，我就不太习惯跟别人去说一些什么我自己不开心的事儿啊，我觉得就特负能量。我是别人吗？不是。说真的，我这么猜来猜去的，我倒真的挺累的。但在这一点上，男人女人不一样。你看我俩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彼此倾诉一下，吐槽一下，就过去了。那男人呢，心理压力重。相信了，我是急性子，徐子泉是慢性子。我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严格按照计划实施，而他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做事不拘小节。哎，想打扰一下，你说，我们这个帐篷它塌了，想问问你们遇上过吗？要不我给你们去看看吧。啊，好啊，谢谢。那个多多，来帮爸爸把这个串一会儿给爸爸啊。好嘞，来儿子，来走，来来过来过来过来。你看看这个肉，你看看两个人得要磨合多久才能这般默契。说我爱你很容易，难的是持之以恒，不被细枝末节的小事消磨殆尽。唐颖，是唐颖吗？姐，哦，跟我来吧。哎，护士，我能不能陪他一起进去？家属在外面等吧。走吧，跟我来。没事，放松。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好。怎么了？在想瑞莎的事情？没有。那你拉长个脸干什么呀？哎，就一趟野营，至于这么累吗？哎，我本来是好意，对吧？想着说大家都放假了，我带他出去玩玩，结果呢，人家根本不领情，这关注点全在什么搭帐篷啊、烧烤啊，还嫌我笨手笨脚。隔壁给的串，谢谢啊。哎，那没事，我这也快熟了。你这是快好了啊？颜色新鲜。我出去的时候他就这样，回来他还这样。哎，那不简单吗？我再烧烧不就完了吗？妈呀，你先烤着啊，我去隔壁吃会儿。你等我缓一下啊。哎，你小子有不行的时候啊。我比你行。哎，别这么敏感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不擅长，好吧，不擅长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们两个平时忙得鸡飞狗跳的，谁也见不着谁。哎，我带他上小溪边看星星，多浪漫。结果呢？看看看看，给你看啊，看，这夏季大三角马上出现了。你看，看现在最亮的这颗是北斗星。一会儿。它就会旋转着坠入到地平线，然后紧接着就是织女星、牛郎星还有天津四。你看，啊，还好咱们没进帐篷睡觉，不然就错过了。干嘛呢？哦，我再回一个邮件，你等我一下啊。你等会儿再回呗。你看一会儿就马上没了。很快很快，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特亮。我这个很着急。
得，没了。宝贝，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星是啥星，在哪呢？下去了。下去了。作为一个已婚人士还有旁观者，我浅谈两句啊。唐颖现在工作上升期，而且工作让人上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特别是在有点成绩的时候，他现在不冲什么时候冲啊？那自然了，留给你的时间那就是会少一点。你要么全身心的理解他，要么你俩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啊。那你这个脸我现在很熟，就是完全陷入爱情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脸。哎，红灯。怎么样，结果出来了？怎么样，你快说呀。医生说这个肿块是良性的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半年复查一次就行了。其实呢，就是两个规则的肿块叠在一块了，彩超上看着就像一个不规则的大肿块，没事儿啊。放心吧，烦死我了。还好你在。废话，我可是你妹妹，你要是不好过我能好过吗？不过今天这事儿，你回去必须跟薛子全说。这都没事了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？那也得说呀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过事儿，互相的隐瞒积累起来只会变成隐患。那好吧，我考虑考虑。先想想我们去吃什么，吃顿好的庆祝一下。吃火锅，走走走，随便你点。姐，你现在缓过来没有？何止是缓过来，吃上火锅整个大舒坦。哎呦，不过你刚才没来之前，我一个人坐在那儿等结果的时候，那脑子里面啊闪了一万件事儿，想我自己，想我爸，想我妈，想你，哎呀，想我以前发生的事儿，想我未来，我这以后我该怎么办呀？要我说，你这都是熬出来的，天天抱着那电脑，不知道加班到几点。你就想想你那厕所里的头发吧，你不为了你健康着想，你也为你的美丽着想一下吧。我觉得你要再这么熬下去，结节越变越大怎么办？其实刚才来的路上，我一路上都在想这个事儿。咱们说好听点，今天结果是好的，这要是不好，是啊，我努力的工作，我努力赚钱，我其实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？不是人都没了，我证明给谁看呀？我，你现在终于醒悟了。我真的，我刚才路上我就告诉自己，以后谁要加班谁加班，我不想加班了。你记住你现在说这句话，不加班了，干一杯吧。记住了，及时行乐，就是，对吧？喂，谢总啊，哎，文件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啊，我都做好了，您放心啊。你抓紧给我啊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用，别耽误我的事儿。嗯，麻烦那能等我十分钟吗？因为我现在在外边忙点别的事儿，我得回律所给您发，合同在电脑上。啊，那好吧，你抓紧吧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您放心您放心，我马上给您发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天哪，合着我们刚刚啥也都没说，你别告诉我你这火锅都吃不下去了。刚刚谁说的不加班啊？不是妹，这不是加班，我就给人发一个合同，你听到没？很着急要的呀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。再说了，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你先吃。不，你还回来？我信你。放心，我信你个鬼。爱丽丝去开门。嗯。你是谁呀？你是爱丽丝吗？嗯。我们两个是你爸爸的同事，爸爸呢？爸爸在厨房做菜。威乔尔，我们来了。哎，来这么早，决定什么时候走了吗？下周。这么多年，失败也好，成功也罢，不都挺过来了吗？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这个决定我已经思考很久了。
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满脑子都是工作，却把最重要的人忽略了，连给他一个完整的家都做不到。爸爸，为什么你总是在忙？那是因为爸爸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给你和弟弟最好的生活呀。但你知道我们小孩是怎么想的吗？那你说说看。大人总想要赚更多的钱，可小孩其实不在乎是不是住在大大的房子里。我们最想要的是每天回家可以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让你难过了。这不能怪你，是爸爸做得不够好。如果爸爸以后不能赚更多的钱，不能什么都给你买最好用最好的，你不会怪爸爸吗？不会的，我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你就好了。爸爸答应你。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学会做一个爸爸，这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。我明白，但是你真的放得下吗？在我们这个行业，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是因利而来，利尽则散。你以为自己掌握了资本，掌握了人脉，其实到头来不过是梦幻泡影，毫无意义。这个圈待久了，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。接下来的人生，我想换个活法。你想不想知道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？当年我和 Ada 其实是一个组的，曾经也是非常有默契的好伙伴。可有次我趁他休产假的时候撬了他的项目，还顺便升了职。Elvis 啊，职场上是要有狼性，但不可以失了人性。这句话就当作是我送给你的临别赠言吧。Ada. Richard. Thank you for coming. 谢谢你的邀请。哎呀，当着老公的面不好意思。好久不见。叔叔好。我这都这么大了。是啊。时间过好快啊。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你打把手啊。慢点。分粽子呢。我来搭把手吧，你别弄了，我们马上完事儿。我一会儿有客户过来，那边会议室都满了，这乱糟糟的也不太合适吧？哦，我来能快点。什么客户要来啊？世之文学城的老板，毛毛那个案子以后啊，他们觉得自己也需要一支专业的律师团队。那太好了，唐英姐，这是你第一次拉这么大客户吧？郑律派下来的案子，我就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就行了。你也不要过分谦虚。要不是你把抄袭那案子做得漂漂亮亮的，世之文学城作为原告能跟我们谈合作？哎，就这样，郑律还舍得让你升职不加薪。我要是老板，我得把你捧在手心里，生怕你跳槽去别的所。没准他有别的考虑呢。我甚至有听说过那种明升暗降、主动逼人辞职的手段。这不至于，倒是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现在有客户了，怕出去对接的时候 title 不好看，让客户觉得自己被轻视了。说什么呢？对，客户还有五分钟就到了啊。好，你这穿的什么呀？赶紧换一身去。行。哎，大总，敬你一杯。谢谢谢谢，我们一起敬敬 Richard 吧。都在酒里了啊。谢谢。
你们都知道我是台湾人，刚到北京的时候确实挺不适应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段时间，但这些年呢，我在北京安了家，也收获了很多让我自己感觉到骄傲的成绩。嗯，现在要走了，心里真的是确实还挺舍不得的。很高兴这些年能够跟大家共事，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。聚散无常，饭不是结束，以后有机会欢迎大家去台北找我，我带你们吃好吃的。没问题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都在酒里了，来一起敬 Richard。 谢谢 Ada， 大家越来越好啊。好，谢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？谢谢谢总，我们一定不负所望。唐律，我们是打过交道的，相信这次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。您放心，今天的内容呢我会整理好了发给你们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随时跟我联系。好了，辛苦。谢谢。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了。没事儿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啊。本来还想带女朋友和你见见的，叫唐颖，是个律师。那他不是比你还忙？哼，是，比我还沉迷工作呢。这个找老婆啊，还是得找个顾家的，要不然两个人都不着家，这家里没一点温度，不像个家的样子。那我就等他越干越好了，退居二线，当个家庭主妇。你忽悠我呢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是离不开这行的。为什么？你天生就适合这个行业，加班有瘾。我跟您说 ，Richard， 你别看啊，我长了一张这个还说得过去、没被岁月摧残过的脸，是吧？但有的时候想想，累了。那既然这样，走之前再给你报个业内消息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个山里种葡萄的孙总？哦，打过电话，老孙是吧？就我所知，他可能有这部分的融资需求，你有空可以去拜访他一下。可是他那多大的葡萄园啊，需要融资吗？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听您的啊。白兰的午餐呀，我主要告诉你，你的薪水要等到明年初才能统一调整。我甚至有听说过那种明升暗降、主动逼人辞职的手段。就这样，郑律还舍得让你升职不加薪。我要是老板，我得把你捧在手心里。正找你呢，来。给你这个。你拿回去认真过一遍，明天给我。啊，好的。这顾问团队只有郑律和我呀。这个客户啊，以后就由你来负责，有信心吗？我想问个问题啊。你大胆说。那王律呢？王律啊，王律，你去问他吧。
这已经是他连续加班的第七个夜晚。他死死盯着电脑，双手不断地敲击着键盘。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一片死寂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耳边隐约传来了打印机的声音。那你我是换纸的啊。嗨，韩贵妃说有个报告着急要让我过来，赶紧改。完事儿赶紧走。行，你完事你也赶紧回去吧。行。王宇，姐，怎么神出鬼没的呀？不是，你这大半夜还煮面呢，谁能想到呀？这么香，我能吃一口吗？饿了。嗯，端过去吧，我拿个碗筷去。行。小心点儿。OK， 交给我。好香啊。嗯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嗯，这煎蛋也不错。那是。等我一下。家里就一罐可乐了，给你吧，慢慢吃，别烫着。谢谢。刚做噩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看你刚才走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猜就知道。我还落枕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？我要直播呀，我的夜生活才刚开始呢。想听歌啊？ OK， 好，就给你唱歌。想听什么歌？帮我打在公屏上，请刷一下来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停。OK， 这首，这首。可不可以不想你？我需要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只能在一起。
喂，喂，尹新姿，醒醒！尹新姿，太阳晒屁股了啊！你要去打篮球啊？打什么篮球啊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星子，你是不把我当男人看了？怎么在我床上能睡这么踏实？你不会对姐姐会有意思吧？那你真是想多了啊！就你这大花裤子镇守，我觉得正常男人很难对你产生别的想法。我要睡了，走的时候帮我带一下门。别瞎摸，这不是采摘园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干嘛呢呀？我是来拜访赵林森赵总的。我就是赵林森。哎呦，赵总你好，你好。本来以为赵总得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呢。大是肯定比你大点吧？哎，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碰吗？葡萄这东西很娇贵。这一年育种，两年挂果，三年才有现在这个。你这一采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我找谁去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来投资的？啊，对，Richard 介绍我今天过来，所以想跟您聊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。Richard 是吧？啊，先说好吧，啊，我们这儿只种葡萄。嗯，你要是想干别的。请哪儿回去吧，知道吗？哎，心情很好啊，选这么好一个地儿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我是有好事，告诉你，我要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啊？西藏。西藏？西藏有更好的 offer？我谈恋爱了，我要陪我男朋友去 hiking。 啊，酷不酷？不酷，酷是酷，你这男朋友谁啊？你是不是被骗了？男朋友你认识啊？谁啊？严吕宁。啊，哎，他教授也不当了，你们都疯了。你是不是想说我是恋爱脑？啊，不不，没有，我可没这么想。这不像你做出来的事儿啊。这么一想，确实也挺不像我做出来的事儿。不过我发现我的人生好像跟别人都是反着的。大部分人都是在小的时候青春期叛逆，走到社会，一夜长大成人。反倒是我，规规矩矩，勤学苦练。直到三十几岁才找到初恋啊。他是你初恋？我就打个比方，那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，不是就感觉就像又遇到初恋一样吗？反正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是觉得有些事儿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。那找个喜欢的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开心自洽不更重要吗？也是。
你决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支持你。祝你幸福，谢谢。还有，我现在就是心疼我自己。你走了，我又一个人了。哎呦，你跟我撒什么娇啊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暂别而已。我还觉得这是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。我只是希望你别跟我似的，活了小半辈子才发现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。珍惜眼前人，别错过了才后悔。咱们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生活的，不是吗？赵总，您看，您说这个培育新的品种耗资耗力，那您有没有想过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产业链，对吧？哪怕是葡萄酒厂呢？您看这世界上最大的酿酒集团 IWB 在2015年的时候在米兰的证交所上市了，您完完全全可以做中国的 IWB， 对不对？ IWB， 你知道我们这儿跟 IWB 最大的区别在哪儿？你知道中国的农业用地租赁流转制度是什么样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这世界上80%的葡萄都用于酿制葡萄酒，国内的葡萄却只有10%吗？你知道我们怎么才能给果农最需要的东西吗？赵总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来拜访您，还请您赐教啊。你真在乎吗？你确定你不是想给我们这儿推了，盖一什么 CS 基地、卡丁车乐园？你不是隔壁村村长派来玩什么收并购的吧？这么说吧，赵总，您说的这些地儿啊，这不到处都是吗？您现在才开始弄的话，恕我直言啊，您可能干不过他们，因为起步晚了。但是您有些话打动了我。您自己自主创业，还带着一些果农，一起在这片地保留这个果园。那从我的层面呢，我也想看看。在您的基础上，看看我到底能做些什么，能帮助到大家什么，促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，成就感。行，哎，那你做好心理准备啊，我来了。叫个车呀？哎，不用，就这么两步道，溜达回去。你这鞋，走1公里吗？鞋不就是穿在脚上走路用的吗？我这不是心疼你的鞋吗？好几千的鞋，水泥板上踏踏踏，200。啊？怎么样，做的真白？我虚当，亏着你。哦，你这包呢？包是真的，这个不好搞。我好冒昧的想问你一下，你都已经有钱去西藏休假了，你为什么要买假鞋啊？鞋对于我来说，那是耗材。展示赚钱的能力要比展示花钱的能力有说服力多了。当你自己本身就很金贵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奢侈品的加持了。其实我挺舍不得你的，真的。有件事我没跟你说，其实在你来均衡之前，我一直对我自己的工作前景挺迷茫的，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但你来以后，我想清楚了我想要做什么，以及我很清晰我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还有这能耐呢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最棒的领导。哦，我就是你的白月光呗。白月光，渠道推给我看看呗。哎，不学好啊。开庭了，今天要陪客户去取证，晚上可能会很晚。工作要紧，但我不太拼了。来吧。
酒柜里有特制送的香槟，你回来先蹲下，我带你按次示范一下。今天葡萄园看到了可爱的小野花，难道你送我一束？你放心。当你沉浸进去，有时收获，常常期待。有时收获。今晚找机会聊一下，早点回家可以吗？可爱吗？可爱可爱可爱。但你不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了吗？那你觉得我穿什么好看？你最近自己挺好的呀，不用改变。一会儿有事吗？啊？听我唱歌去。唱什么唱呀？我天天在家听你唱的歌还不够多呀？那氛围不一样。嗯，那我拿个相机去。多余，赏心悦目的事儿呢，拿眼睛看就行了。那我换件衣服。是我矫枉过正。
过了，谢谢。老板，来一个 Mojito。Mojito。嗯。这款酒的度数比较低，比较适合你。你看过一个综艺叫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平时不看综艺。哦。但是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嘉宾，他说了一句非常出名的名言。说了什么话呢？我最烦装逼的人。走路能不能看着点儿啊？怎么了？不唱了？唱累了，那也不能一直唱。我不刚还帮你拍一张帅照，你可以回去拿来当屏保。唱挺好听的，真的。你刚那人谁啊？有点猥琐吧？不知道啊，就是一个段位极低、根本不够看的人。是，看着就不咋地。是吧？你坐这儿有点偏吧？我给你找一地儿，咱们去前面听我唱歌吧。我今天打扮这么帅，你不去好好看看？哎，你有这么渴吗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的水。那又怎么了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什么间接接吻那一套？小学生？给你弄的。走了。太阳。小友，还有，我在这儿。我能进来吗？当然可以。哼，挺会享受啊。啊，看你还没回来，我就来泡个澡，放松一下。我今天去了一趟郊区的葡萄园，有点远，回来的路上呢有点堵车。嗯。你先泡吧，我出去了啊。哎，别了。你念故事给我听吧。然后，他接着说：“再去看一眼玫瑰花吧，你会明白，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因为呢，我为它浇过水，为它盖过罩子，为它挡过屏风，为它除过毛毛虫。我倾听过它的抱怨。”和自吹自擂，乃至有时默默相对，因为它是我的玫瑰。徐子泉，嗯，吻我。我前两天去了趟医院，
你怎么了？上次露营的时候，我不是胸口感觉不舒服吗？然后我去检查了一下。医生怎么说呀？就有两个小的结节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定期复查就行了。自己去的？我先去了，后来我妹来了。你不信任我？当然我没有不信任你啊，我只是觉得我怕成为你的负担。就像你有不开心的事情，你也不会告诉我。我明白，你是害怕你的负面情绪传给我了。对不起啊，小英。之前呢，我一个人惯了。现在突然要和另一个人一起走进一个相同的世界，我还没完全适应，有点措手不及。我不是不告诉你，只是我怕这些负面情绪跟你说了之后会影响你。毕竟有的时候我，你知道我也是在逃避，不想面对。很多人走不下去是因为他们的心理节奏不太同步。但我和你在一起，我很爱你，我很珍惜，所以从今以后你的生命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能分享给我吗？可是如果所有不好的一面都展现给你，你确定你能承受吗？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好吗？你真的很好，和你的好比起来，那些不好算什么呀？而且如果我只能看到你的好，那又算什么爱情呢？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，你不是也一直在包容我吗？方方面面，唯一就是你不太信任别人，这样你说你太多了。但是你可以信任我吗？就像小狐狸说的哈，你纽带啊。对呀。这秋天到了，提前带你贴贴秋膘。啥？你怎么不好好吃饭了？你瞅瞅你最近，啊，一门心思想着工作，瞅瞅你瘦的。真吃起来胖了，你也该嫌弃我了。一顿两顿，你胖什么胖？哎，你知道你平时评价食物的样子特别装吗？有吗？那我模仿给你看看。好啊。首先这位先生，看到我们这桌，映入眼帘的这一道宁波著名美食。18斩，把一只螃蟹哒哒哒哒哒斩成18下，你看，斩出来就跟一般的蟹完全不一样，就像一朵花绽放在你的面前。接下来是这样一道酱鸭，品尝一下它的味道。amazing， 入口即化。这个卤汁一定是这家厨师的祖传秘籍，然后用高火烹饪，然后肯定是长达一个月的门。是不是吃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平时就是那个样子的。然后就是这个鸭。你有镜子吗？我觉得你还是看一下比较好。别玩这个。我没玩这个。等会一看就说没有看过你这么漂亮的女孩。我是没看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漂亮，我快变身了都，你快看看吧。你要是敢整我，弄死你。丑死了，丑死了，丑死了！你别看了，马上到家了。我现在不还像一个猪头啊！你放心，就算你变成了猪头，你也是最可爱、最美丽的猪头。来听。
我陪你一块变猪头，好吧？啊，我现在有这么丑吗？别闹了，我现在很难受。你要我烦啊？屈子权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，一个不一个丑，你喜欢这种类型？不是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咱们上次不是说清楚了吗？走吧。你先进去，我把他打发走。请开门。放心。看来还真是你女朋友啊！看来微信头像是高 P 图，生图真是差得离谱。不是于川川，你这么说话太过分了吧？于川川是吧？在门口站了很久，应该也累了，倒不如到家里喝杯茶，坐会儿聊聊天。直到光阴拼凑了所有。